这不是你的钝器，所以如果验成功，我们还要一看他后续下去。我希望跟他有长期契约关系，就像合作公司之类的，也不用借他太多钱。最重要的是，别和他发生工作以外的关系，别让他揪住个小辫子。先生，你以为我是什么？验成功是我家有趣的人呢，所以我才担心啊。哎，亲亲，最好慢慢逐渐摆脱吧。他那一套也没什么，他带人过来我看得多了，找别人说不定做得更好。而且传播业又不是我那一行的，没必要躺着浑水。月入不高，伤脑筋。我是不仅在这点上能够确定，我会非常慎重的。最起码你可以拒绝退入自己行踪，没有必要向他报告嘛。哎，我岂是向他报告啊？说对不住你的良人，如果不打算再婚，千万得找比棋子相好的人才行。哎呦，老天爷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别去担心啊。好啦，担心你自己的事吧。哎，那吴杰斯怎么样？稳定的话，我是想暑假就走，来得及，全力开始。